6具机台，那6具机台每一个机台都有600公升以上的一个重油，那还有一些液压油，哦，那所以其实它的燃烧的一个能量是蛮大的，所以我们目前啊，大概出水，大概出那个泡沫哦来做压制的动作。目前有人员伤亡吗？大概测了多少人？没有，目前没有。